是做一期开箱啊、不过这次这个快递是没有箱子，这是我在那个逛闲鱼的时候，哎，忽然想起来我一直对这玩意儿挺感兴趣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，不值钱，10块钱弄的。这个打字机啊，它这个墨不是太粗，
弹簧好像不是特别灵。